啊，今天金刚萨埵会降临，临终的时候金刚萨埵会出现，就是密教的法王子，他会出现。一般显教就是你修行的，你念佛的，佛会出现，你的本尊会出现，啊，本尊跟眷属一起出现，啊，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三圣出现，那是一般显教，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现象，啊，你不能到佛国净土，他不会来接引你，你还没有到相应，不会来接引你，所以修行以平观相应的，你就有往生的把握。你平观没有相应的，往生无望，往生没有希望的。很简单跟你讲，好。